不断变幻的七彩影像，让人仿佛置身奇幻世界。台湾文化科技大会当中的 Innovation 展区，融合 AI 创意和跨学科创新，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。让 AI 跳脱手机框架，不再只是辅助工具，而是无数个具备独立思考、勇于主动交流的意识分身。我们用 AI 的方式作为一个引导带领观众来去看这20个精彩的作品。那因为文化科技的作品哦，它的涉及的层面很广，然后透过 AI， 我们想要让的 AI 可以去引导你去认识不同层面，这个文化科技的应用。透过手机感应的卡片和作品进行对话，将看到 AI 持续引发作品和观众的互动进化，充满着无限可能，也展现作品背后各自的世界观。最终 AI 会辅助你生成一个卡片，然后那个卡片就是作品本身的一些细节。那我们做了一些巧思，甚至你可以在现场跟不同人生成的卡片做交换。你们不只交换了卡片，也交换了你们每个人对作品的一些观展的心得，还有未来它应用的期待。展区处处都是惊喜，无论是互动式装置 VR、AR， 不断突破限制，为观众带来全新体验，也显示着文化科技的无限可能。三立新闻广告处黄婷在高雄采访报道。